还在外边逛啥呢？黑天了，上窝吧啊！去上窝，上窝，上窝！你看，小鸡儿单腿站立。去进窝吧，上你小窝去吧，去吧。上窝了啊，去吧。睡觉了，睡觉了，去上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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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窝。上窝吧。哎，对。哎，去吧。2000 years later 现在晚上10点多了，我老公误喂了，我们要睡觉了。今天你睡炕头炕梢？睡炕梢吧，这么热的炕，我睡炕梢多热呀。然后睡觉的时候呢，就是底下一层褥子，然后上边枕头，在上边一个大被，就是这样式的。然后烧着暖炉，整个这屋里边就非常暖和了。但是这炉子呢，得压好煤。要不然的话半夜就该凉了。你别看我们这个一炕多用啊，又睡觉又吃饭的，但是睡觉之前呢一定要用这种，我给你们看，叫鸡毛掸吧，先把炕给掸一遍，然后呢再是抹布抹一遍，因为这上面的炕葛呢它是防潮防水的，是这么回事啊，不是说啊我们东北人多窝囊，一个大炕又可以睡觉又可以吃饭，多埋汰呀，它是要擦的，要擦好几遍的。哎，快11点了你还不睡啊？说你的被还亮着，亮凉了。那我睡了啊。我也睡。睡吧睡吧，都11点多了，明天你们还有事呢吗？你干啥呢？炉子灭了。不是你都不知道吃点啥呀？我不呀，我就生火。哎呦，愁死了你！炉子咋还灭了呢？你不压没了吗？忘了吗？晚上这是睡觉，这张罗睡觉，睡觉进被窝忘了。吓一跳！我正做梦呢，你说，哐家一声，还给我冻醒了，冻脑门子，冻脑瓜顶子了。哎，你这是大年初一头一天啊，半夜我没招你自己醒了。我今天洗脚头我冻脑瓜皮。要不然我这长头发还是有好处的哈，还是被窝里暖和呀，这家伙。我头发我也没感觉冷，主要我头发长啊。你那跟野生动物似的。会不会说话？大半夜你也刺了鹰子你说话呢。看那样这屋还不是很冷，你牙没给你冻摘上。让你说话还刺了鹰子。屋里头是有点这凉飕的。还有、那个苞米秧子野炉子，谁让你睡觉之前没压没了？你说，大半夜还得折腾醒了呀？那野炉子。哎呀，哎呀吧，其实每天我们睡觉之前都压没，所以一宿都可热乎了。才回来呢。今天睡觉之前我老公就忘压煤了，结果这个煤呢着了套子了，半夜给他冻醒了，你说这是不是大年初一头一天还给他冻醒了？这晚上太冷，晚上真冷哈，我跟你说啊，你给我一折腾我又睡不着了，炉子点着了，起来陪我吃点喝点。哎呦，行行行，那你说你光光的身给我整的睡不着了。看看现在小炉火烧上了，这炉子最大最大的优点就是上火特别快，点着就热，哎，完了灭了就凉，点着了这屋里都不出10分钟，这屋里就能达到20度以上，热的老快了。哥们儿，把桌子放上吧，陪我喝点，把被整起来，卷一边去，你把你那卷上就行。我半夜的时候有时候就起来喝酒，所以我永远都不切下酒小菜。看看这是麻辣鸭货，这是那个素食藕片啥的，这是鸡爪子，然后这个是小排饼，这个是水煮花生，这还有鸡爪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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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爪子，鸡爪子，你没整点别的？下酒小菜吗？来吧，开整吧。我是拍这个视频又把头发梳起来的，你们不要说我，哎呀，半夜怎么还梳头还洗脸又化妆什么的，
那我还是明面对大家嘛，对不对？还整那破狼破虎呀？给你一只。啊，收一点。这有筷子吗？是筷子。反正这筷子一次性的。筷子吧。那我试试看。九整的。看看，这还是新酒呢，没开瓶的呢。那这阵咋爱吃花这个水煮花生？啊。我最近最爱吃水煮花生，还得扒皮儿，这还有奖呢。不注意拿着咔嚓咬一口，那壳都焦了。来，你喝多些。哦吧。啊。我先打开酒，必须我来尝第一口。在这儿，我这个麻辣鸭货，我就愿吃他家的一个，这个汗味儿的，汗脚味儿的，甜辣口的，是不是？吃。你们看啊，我后边呢是邓丽君和张国荣的画，有很多网友就是，我都看过无数次了，网友都评论说他们也不是你的亲人，你为啥挂他？挂已逝去的人。什么多吓人啥的，哎呀，我以前不都贴着的，这就是对自己喜欢的人的一种念想而已，有啥可怕的？而且我跟你们说，我从来不迷信那些什么那些鬼神传说啥，我就是挺喜欢他俩的，就是一种念想。而且这是复古风呢，就是跟我家这屋的风格挺大的，八九十年代应该不是八十年代，最少得九十年代以后了，就是贴他俩画，是不是？吃多少了？你吃？啊？你吃辣的啊？我贴他俩画得也得是九十年代以后了哈。嗯呐。灯就是早点。我特别喜欢听邓丽君的歌，你唱的不也行吗？不也挺难唱的吗？你先走唱的吧。我吃点啥才用？嗯，还给我找起来了。还有网友问我啊，说我视频当中怎么很少出现朋友啥的，怎么天天基本上就我自己。你看，就我老公，他也就是有时候偶尔配合着我录，他都不愿意出镜。其实这个原因吧，主要就是第一呢，是我展示的是生活一部分，那我这也就是两三个小时的生活呗，展示的不是生活的全部，所以我不拍视频的时候，可能跟我朋友聚餐呢，或者是我朋友来这儿啊吃饭啥的呗，那只是没录而已。其次，我觉得交朋友呢，不是朋友越多越好，是咋说呢，就是有几个真正的知心的朋友就行，有的所谓的哈闺蜜哈，但是有真正好的，有的所谓的那种塑料姐妹花，塑料闺蜜，就是其实是表面关系挺好，但是暗中攀比，然后等你不好的时候就落井下石，不会雪中送炭那种，也会锦上添花那种闺蜜，那种朋友你交的真的没啥意思。我还亲眼见着过哈，就是在一个地方吃饭，我旁边那个桌有三个女的，就是听他们聊天的话题还有语气各方面，就是说肯定是很好很好的朋友，一个个笑的心花怒放的，可开心了，就在一起就像无忧无虑的样子似的。完了等到一个女的上厕所了，那两个女的脸色就变了，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就说那女的坏话。哎，你说这是真正朋友吗？哎呀妈，我一看这个，哎呀妈，我就觉得这好可怕呀，这俩人。你说要不然你就不交朋友，交朋友你就真正，你不用在背后这样人家趁你那什么瞎白背后说人家坏话啊。朋友不在于多，在于精。我刚才好像说了一堆废话，总体的总结一句话就是，朋友不在于多，在于精。一生不用多，有三个知心的朋友就行，真的就足够足够足够了。哎呀，又自己喝上了。
给你赞一个。反正呢，我也不是说特意当我老公面夸我老公，反正我觉得我老公，就算我一个其中一个朋友。我说半喇叭。就有时候遇到啥就是闹心的事儿了，或者是不公的事儿了，或者是以前工作的时候就是啥事想不开，自己有时候也很小气，就是越想越进死胡同那种，就是生气生闷气。然后我老公，哎，我一跟我老公说，一开导我，哎，就好了。但是我俩跟你说干仗的时候干的也切瓜啥的老吓人了。哎呀，反正夫妻就这样，就是好的时候跟一个人似的，不好的时候那干的那家伙天昏地暗的，老邪乎了。反正哎呀，我都没给你们嗨，上一天我俩吵架了，然后我一点不给你们扒下，他上车里睡去了，睡了几天。你说我这个提前，我跟你说，我要是提前跟他不到一周吧，串通好的，就是这话我都是小狗的，不到一周，真话，自己离家出走了，睡车里去了，但是也没睡宾馆，也没花钱啥，因为睡车里去了，然后一个星期差不多没有回家，不到一星期，没回这儿了，才一天，不是。上段时间做是上段时间的事儿，都是哪段时间我忘了，反正就没有他那段时间，你们自己找，我也不知道哪天了。好像九月份应该是。哎呀，我俩还真没因为啥大事儿，就是什么换行话啊，反正就是九月末十月初那溜了，长一几票，然后就爆发了，然后我老公就生气了。那多远点？我想到了，我想起来因为啥了，因为打游戏，我跟你们说过好像，因为打游戏的事儿，因为打游戏的事我俩吵起来了。我就觉得他一天就是除了上班时间，回去时间全玩游戏，他不跟我聊天，就是一直闷闷的玩游戏，我就来气了。其实我知道我应该给他自由的时间，那段时间不是不挺闲吗？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忙，那你在这干啥呀？对，我老公的主业，我跟你说，主业就是干农资的，卖玉米种子化肥。玉米种子化肥就主要春天销售季，就那几个月。然后别的月份呢，其实就是，售后。就比如现在似的，你愿意下乡下乡，不愿意下乡，其实也可以，有老客户就是维护着就行。跟你们说了，反正你们不干这行业，说了。你们也不太了解，这还去干啥呀？那个也不订货，也不啥呀。对，一般都年后订货，现在就是维护客户关系，就唠嗑，一天就唠嗑。个别几个老客户的大客户就是特别好，打电话也没人在一句，连着连过了感情，也都不谈这卖货啥事啥。然后还有就是，我们今年不是回种地了吗？我们的地呢也收的差不多了，哪天我出个视频给你们啊，给你们汇报一下俺们今年一共支出多少钱，收入多少钱，种地赚不赚钱等等啊，哪期视频我给你们说一下。拉着手指头掰不开拧来算账。咋掰不开拧？都在我这里呢。虽然我不给你。不跟你们掺和，不跟你们算计账，不跟你们上帝下掺和，但是我跟你说，我脑子里边也有账，不要把我当傻子。我就跟你们说啊，你们别看我每天都，你们别看我每天都喝酒，但是我还要跟你们说那句话，喝酒要适度啊，千万不要过度饮酒，要不然呢，过度饮酒真容易出事啊。特别在东北，我天，我都听说过，就是过度饮酒，完了之后在外边没有知觉了，晚上冻死人的事儿。行了，这一期别录到这儿吧。喝吧喝吧，小一口啊，咱们下期见。睡觉。睡什么觉？睡觉。不喝聊天不行吗？